Hello， 欣姐。昨天咱俩不说好了，你说想随便让我弄点吗？让我给你准备的，你还满意吗？随便。吃吃喝喝的也不知道是谁。我看着你啊，就舅舅，我就想起来一件事，就是上次你侄子自追还有景怡来找我玩大富翁，然后呢，他们把我那个骰子给弄坏了。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你说这事儿，你看怎么办呢？我赔你个呗。别赔了，这我还挺有纪念意义，你给我缝起来了。我缝啊！你缝过吗？我缝过吗？没缝过，今天也就缝了。你们要看我缝啊？好吧，那我是不是还得穿线？这太难了。我太难了。知道演艺圈的残酷了吗？小时候看我外婆他们都是这样。你有想过有一天会为经典收拾烂摊吗？有想过，现在以后不要给舅舅找这种事情好吗？乖一点行吗？叶导说你和于斌是剧组的两个憨憨，你反驳他吗？没什么好反驳的。懂完了，哎，我看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替他们当小孩谢谢舅舅了。不用谢，不要捣蛋了好吗？我是就正儿八经的在看越剧的，然后什么正在拯救就这样，类似是。进组之后，第一个微信好友加的是谁？朱丹宁和于斌。见到真人之后，和你印象中反差最大的是谁？其实呢，是王一博。我没有说他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在我心里呢，就对他的印象就是那种高冷，然后帅帅酷酷的那种。跟熟了人之后，就还挺活泼，挺像小孩的。跟你聊天聊着，我就发现你的皮肤真的是挺好的。你平时是怎么护肤的？你要说天生的，我就随便弄死你。随便弄死我？那我自己沉也行。你说那个剑，就是如果时间久的话，就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。看来你也不是什么精致的猪猪男孩。那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你第二天上妆会卡粉？有的时候会，但是我最近有，就是在化妆之前我会用一个小红罐，能不能给我一下哥？就是这个其实挺水润的，我最近反正化妆之前都会用它，然后也不会浮粉，不会浮粉，对，一推就推开了。你可以试一下，敏感肌也可以用啊？是吗？我试一下啊。说实话，这个上手吸收是挺快的，但是我感觉只要它不浮粉，回头我一定这个安利我先吃。那我们聊了这么多，玩个游戏。好了，我也用过，来。看起来聪明吗？聪明。好，我们第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个容器，我就平时生活类的啦，我学习类的我都装在里边。你是不是也用啊？啊？这设定就是你必须用过呀。我也用。那你都往里装啥呀？我往里面装，装啥呢？装喜欢的衣服、袜子啊，这种内衣裤的这种。在大学，然后就拿那个，然后去洗衣房去洗。没有内衣裤，没有拿到洗衣房去洗，就是专门洗衣服的地方自己洗。你分不分类呀？啊？你分类吗？什么？这么好笑？啊，那你那个多大呀？不小，反正好像大概，我给你比划一下。啊，你给我比划一下。这样吧，啊，不，没有这么高，就这样的盒子吧。什么颜色？这么大，这么大，蓝色。我那个是蓝色。姐姐这是黑色的。哦，黑色的好，黑色的好。你看别人还有这个盒子吗？有，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装洗漱用品啊。还有一些其他就是，还有人用装洗衣液这种。出门带吗？出门不带，我只是需要洗的时候会。你那个多少钱买的？25。打开眼罩，告诉你我这是啥。啊，那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吗？我们说的是一个东西。那我们又要玩一次的，好吧，我现在会玩了。这个东西。哼，我知道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我给你形容一下，质地柔软，易变形。
哦。对呀、啊，我也用。你平时咋用啊？哎呀，它质地柔软，易变形嘛。你说它质地柔软，它就易变形。哎，它质地柔软，易变形。你是用在脸上还是用在身体上？头啊，它因为质地柔。这说实话，这个东西撇着自己用，然后有的时候别人也帮我用。啊，哎。你这个东西要是没带，你会管别人借吗？啊？哦，就像有的时候你去一个地方，你用不习惯他们的，然后你有可能不习惯他们的，你用不习惯他们的，你有可能会自己买。反正你要是进剧组，肯定得带着它。对。那你快把眼镜摘下来吧。你说的是它吧？这什么？是耳钉啊！我说我质地柔软易变形。你睡觉的时候就用啊，就枕着。质地柔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没。什么？哎，这是怎么用啊？就这样。南方的朋友，您听我说，就是把它蘸水。软软的，然后就紧紧致了，就不像那么松。然后这么搓是吗？嗯。要使很大劲那种搓吗？特别搓的话就会很干净。啊，特别爽！你用过没吧？你一次都没用过。没用过。哎，但我，我试试用一下嘛。你真送我了？就我最近我爸从我家带来，因为北京的都不好用。是吗？嗯。那我谢谢叔叔啊。可以。那你这游戏，因为你没有发现其中的精髓，对，我叫惩罚，你惩罚安然。你要从你包里挑样东西送给我。我没有包啊。我没有包啊。你有包。哎、啊、你这个。进入了进入了。进入了进入了。给我。我找找有什么东西好送。你好挑，我这个人可是很挑的。那我看你应该也挺注意保养，就补水护肤什么的吧。那我送你一个。化妆品最好了。那还真是巧了，我觉得送你这个补水的小套装嘛，因为它这个就特别温和，保湿也特别强，而且你在用完这个之后，就是你再用其他的产品，它吸收也会更好一些。好，嗯，我今晚就试一下。你可以试一下，可以交流一下使用心得。OK。就不小心从你那儿拿了一样东西，待会儿姐回头给你微博点个赞，帮你推广一下你的新剧。OK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玩下一个游戏。考验你演技的时候到，对方不能说啊，你是在拍摄吧，什么什么，你就输了。给圈内好友打电话，让对方照顾自己厌世的猫，并线上教对方几句猫言猫语，有奖励和惩罚哦。那还是应该找一个家里也养过猫的这种，要不然他没经验，我觉得他也……哦，接了，接了，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在干嘛呀？我一会儿下午叫什么叫？那个。哇，你家哎是猫猫对吧？哎呀，你知道我家的猫它前段时间做到绝育吗？哎，绝育你有演戏吗？什么？绝育要演戏的，他会觉得哦，不是你送我来绝育的，是别人帮我抢去绝育的，他会很爱你。天哪，我没有这样，我就是开开心心的把它交给了医生哎。所以他现在心情就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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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，然后这段时间我要去工作，我又没时间照顾猫，我妈这几天也要出差，然后我就想，哎呦，这几天要不要你帮我看几天？你可以在我这儿存一个星期左右吧。哇，一个星期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但我跟你讲，我家猫有个怪癖，就你跟它聊天，不，就你得跟它说猫语，就比如说它有的时候不乖了，你就说。喵喵喵，一直闹，就是打扰你睡觉的话，你就喵，就这样，然后它就会安静下来。对，特别棒。你是在外面吗？我不在外面，我在家呢，对不对，蛋挞？哎，对，蛋挞刚刚给我。蛋挞它不会会叫，它一叫就。它也不太会叫，它也不应该发出刚刚那种声音。哎呀，蛋挞叫一个。哎呦，乖乖乖！我说你要这样子，你就是在羞辱我智商。你刚刚那个明明是自己在叫，不是我在叫，是蛋蛋在叫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突然感觉就不对劲儿。真的是蛋蛋在叫，对不对？蛋蛋别叫了，哦，蛋蛋他跑了。你精分了吗？我没有。哎呀，真的，行，那我就到时候就把猫带到你家去啊。提前一天跟我说吧。OK， 那行，到时候我就提前跟你说，好吧？没问题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哇，我太难了。刚才这个挑战，我就算你挑战成功了。你记得，其实内心发现了你，对，我就惩罚和奖励都给他。啊，好吧。行，那我惩罚你就是我。不是我成功了，为什么还有惩罚？呸。
吹150个字的草屁。哦，好吗？可以可以哈。嗯，这惩罚完了。我可以拥有甜甜的爱情吗？不，你不可以。谁说的？我怎么就不可以？哎呦，这个笔质量不太好啊。天门的刘总，剩下都送了。我不要。就前几天在那个我们自己的账号上发了一些征集粉丝的问题，然后你可以点击我们新生报到微博回复几条。好嘞。粉丝福利太牛。他叫甜味限定，谢谢你啊，你一定会努力的，一起加油。小可爱现在多重？163。你的小影子鸭说，哇，他是铁粉。哥哥还在努力挽回形象吗？嗯，我一直在努力哦。真的，他真的会握手，他这个太厉害了。因为我们家这个猫特别聪明，超聪明，而且超粘人。我家这猫性格特别好。你们没看那个视频吗？我回去看，我回去补课。我给你们看吧，按图给你们看一看，蛋挞握手。哎，我干嘛要带他？坐下，握手。没看的都给我补补课。我打了个嗝。